欢迎来到咪咪游乐园，让你猜谜都猜不到。不论动身体或动脑，答对答案才最重要。奇奇怪怪咪咪国王爱热闹，咪咪乐园欢笑永远不会少。答对就哈哈笑，哈哈。答错，你猜怎么办才好？哎呦！柳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好像哪里不舒服。哎，说也奇怪，咪咪游乐园的洗手间啊，突然积了好大一滩水哎！怎么会积水？该不会是马桶堵塞吧？咪，解除水危机，你我都安心。只要我们出动，不管是抓漏、补洞，通通都搞定。天上、地下，所有地道管路，我们样样都行。哎，是专门维修管路的月亮跟羚羊维修师哎。他们一定是来检查厕所漏水问题的。没错，定期巡逻咪咪游乐园的洒水设备和喷水池都是我们的工作哦。嗯，还有厨房、厕所还有洗手台的用水畅通，通通都是我们的责任。不过小小病，你们知道是哪里有积水吗？厕所。哦，那我们得赶紧出动。啊，等等，我们也可以帮忙。对啊，赶紧清理好啊，就不会有人像我一样不小心滑倒喽。想帮忙，得先考考大家。除善大考验，记忆三秒交。请看，这里有三种形状长得像、功能不一样的打扫用具：一号扫把，二号拖把，三号刷子。请用最快的速度记住它们。预备，记忆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好的，请问迷迷维修师，刚刚出现的三个答案当中，有哪一种是你们会用到的工具呢？其实啊，都会用到。哎，小小兵很厉害耶，因为今天要来清理积水，所以有一种吸水的用具是什么呀？哇，那请问拖把是几号呢？是拖把二号吗？快看看有没有答对。大家都答对了。耶，很好哦，用对工具啊就能够事半功倍。有了拖把的吸水功能，就可以把积水都擦干净了。哎，等等，可是刚刚厕所除了地面湿哒哒，我还发现天花板也哗啦啦哎。原来天花板也漏水哦。哎呦，那还需要一样配备。需要什么呢，国王？哦，张大眼睛看仔细。拼图猜一猜。是什么东西呢？没关系，仔细观察线索，待会时间完成，一起说出答案哦！加油！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快快快想一想，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嘿嘿，让专业的我们来告诉大家吧。积水的时候需要这样用品，把哗啦啦的水都先接住，这样积水才不会越来越多哦。嗯，没错没错，小小兵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水桶。我们答案是水桶。哦，答案是水桶吗？请国王告诉我们答案吧。就是水桶，恭喜你们答对喽！有了水桶加上拖把，大家就可以一起帮忙喽。小小兵，我们现在一起出动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亚米，谢谢小小兵。不过我们已经全部搞定了。嗯，而且我们还把打扫用具都排列整齐，放在打扫用具间喽。哇，专业的果然就是厉害。还有。物品用完放回原位，要使用的时候就不怕找不到了。说得好，这些东西该放哪？动动脑，配对连连看。来问看看三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
好了，哇，小小兵呢马上就有了不一样的装扮哦，而且手上还多了不同的工具，来问看看吧。请问你们手上的是什么？锅铲。哦，你的呢？汤匙。你的呢？锅铲。锅铲。那你们穿的是什么呢？围裙。哇，穿上围裙还有不一样的烹饪用具，那你们一定很会煮饭，对不对？对。太棒了，换我们第二组小小兵咯，请问你们身上穿的是什么呀？气泡。嗯，那你们手上拿的又是什么呢？棉头草。毛巾。这些都是洗澡会用到的用具哦。那现在换第三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穿的是什么？睡衣。睡衣。嗯，那请问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？都是小小兵睡觉的时候常会用到的物品哦。太棒了，那请问国王今天要考验我们什么呢？小小兵，这里有浴室、卧室、厨房，请三组小小兵在限时时间内把物品放回适合的地方。来问问看小小兵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音乐结束就要完成动作哦。预备，计时开始！加油加油，想一想，找一找，是哪一个呢？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好的，赶快来看看小小兵的答案吧。请问穿着浴袍的可爱小小兵，你们来到了哪里呢？哦，没错，就是浴室。牙膏跟牙刷呢要放好在浴室，然后毛巾呢也要挂好，这样要用的时候才不会找不到哦。那可爱的小小兵，我们一起来洗澡好不好？把你的淋蓬头拿出来，对自己冲一冲。好，帮旁边的人洗澡，冲一冲。洗手手，淋蓬头，洗手手，帮对方洗手手。换第二组睡衣小小兵，请问你们选择的答案是在什么地方？房间。嗯，就是在房间。房间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东西，也常用到的东西。来考考你们，请问枕头会出现在哪里？床上。那书本呢？书柜。玩具呢？玩具盒。哦，有些小朋友是放在柜子里，有些是放在盒子里。好，那现在换我们第三组小小兵哦，请问你们答案是什么？厨房。厨房。那请问三位小小兵，你们今天想要做什么料理啊？我想要做南瓜咖喱。南瓜咖喱。那我们今天一起煮咖喱饭跟汤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炒一炒啊，炒一炒，炒一炒啊，炒一炒。炒一炒啊，炒一炒！用力炒啊，用力炒！用力炒啊，用力炒！完成！三组小小兵都表现得很棒哦。现在要来问问国王，请问你觉得我们表现得如何啊？非常好，通通过关，挑战通通完成，成功！恭喜小小兵得到今天的迷你徽章！哇，这么棒的小小兵，那今天就来当我们的小助手吧。一起巡视迷你游乐园 ，Go！ 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！ 耶、yeah! ！一起来跳舞喽，看谁唱歌最大声哦！加油 ！Happy Happy， 我们一起 Happy 猜谜，一起游戏充满回忆。胜利胜利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，一起唱着进行曲，准备一起来。首先来擦桌子，啊，右边擦一擦，右边擦一擦，左边擦一擦，左边擦一擦。接下来我们来拖地喽，拖把拿起来，一起右边拖一拖，右边拖一拖，换边，左边拖一拖，左边拖一拖，很棒。接着我们要起来刷瓷砖喽，一起上面刷一刷，上面刷一刷，下面刷一刷，下面刷一刷。休息一下，帮自己按摩，捏一捏啊，捏一捏，捏一捏啊，捏一捏，边捏一捏啊，捏一捏，捏一捏啊，捏一捏。再来帮旁边的好朋友捶捶背，捶捶背，捶一捶，捶一捶，好舒服。捶啊捶捶捶，换一边，
锤锤锤呀，锤锤锤，锤锤锤呀，锤锤锤。好，一起跳舞喽！打扫干净了，一起说亮晶晶，亮晶晶。迟到的好习惯呢，班长就是班长，永远的第一名。没有啦，我们班的第一名可是万雄哦，他从以前呢运动就拿第一名。不是啦，我也是最常打破学校玻璃的人啦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哎，那你们看谁还没来呀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早就猜到会是你，香蕉。哎，拜托，我不是故意迟到的，我今天可是有任务在身哦。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就是把梅花鹿带来啊。梅花鹿？你是说两年他只说了两句话，很少讲话的那个梅花鹿同学吗？ Bingo！ 我想说，我们班的同学会一定要通通到齐呀。那他人呢？他好。他在外面不好意思进来。哎呦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梅花鹿，快进来啦！哈喽哈喽，好久不见。失败也要打气加油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好朋友，一个拥抱给你，深深感动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挥挥手，跟我说 hello。啦啦啦，别再害羞，点点头，不管时间过多久，要一起快乐，要陪你笑容 forever。欢迎梅花鹿同学。大家看，他还是那么害羞，都不说话。真的耶，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大家先来聊聊好了，说说自己现在的职业是什么。好啊，那你们先猜我的哦。我的工作呢，都会在天空上面服务大家。天空上，我猜是空服员。各位 VVIP 们好，欢迎搭乘悠悠航空。你完成小时候的愿望，达成梦想哎，太开心了，真的好厉害啊！哎，那婉雄你嘞？哦，我记得啊，婉雄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位棒球选手。虽然我现在没有当上棒球选手了，但是我现在可是天天看棒球的棒球主播哦。
哦，打击出去是再见全力打，精彩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那草莓还有梅花鹿呢？我吗？ Do me so do, give me five， 这首歌就是我做的。音乐家。算一半啦，我现在做很多适合小朋友听的歌，可以陪伴小朋友长大哦。哇，很厉害耶！那梅花鹿，你呢？你的职业是什么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手语老师。哦，是魔术师。哦，是一二三四五功夫大师，对吧？到底是什么啊？透透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它是牙痛啊。原来是牙痛哦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各位同学不用担心，我的职业刚好是牙医，牙齿要健康找我就对了哦。叮叮，这么巧。来来来，嘴巴张开啊。你有按时间刷牙吗？没有。那就难怪了，要牙齿健康啊，要仔细听听健康的刷牙习惯。千万记得我要按时间刷牙，不然我就会蛀牙牙。牙齿要健康，不能只靠妈妈，我要自己努力一下。如果想要笑起来像一朵花，当然不能满口蛀牙。大白就是菌，不能只靠爸爸，快快自己拿起牙刷。伤口敞开，口气放向人间人海人。怎么样？刷完牙，梅花鹿同学觉得怎么样啊？嗯，好像好很多了耶！终于讲话了，讲话不用再比手画脚，一直猜猜猜猜猜了。多亏香蕉现在是个牙医，不然我到现在都不敢去看牙医生。还好啊，你只是牙龈小小的发炎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蛀牙。不过啊，以后还是要注意口腔卫生，还有牙齿保健，要定期来找我做检查，好吗？是的，香蕉医生。哦，从你的 pose， 我们应该可以猜到你现在职业是军人，因为站卫兵的时候一定要严肃。报告，今天放假可以开怀大笑。牙齿白皙啊，笑起来才好看啊。小朋友，笑一个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真的看到你好开心哦。哇，你现在长太高了吧？没有啦，你也很壮啊。可是笑得最开心，一二三，你也笑，他也笑，我也想要这么笑，一二三，见面的时候笑一个，拜拜的时候笑一个，高兴的时候笑一个，难过的时候笑一个。同学会，以后每一年都要记得办同学会哟。一定一定，也要注意牙齿健康的保健哦。OK， 我们同学会难得都聚在一起，我们再来唱一下当年的班歌。我来到一个岛，靠脚靠脚不列岛。
儿子身穿七彩衣的娘对着我微笑，大家都记得哎。还有，你们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我爸。